静姐，这个不上热搜是不可能的了，真的是。啊，宁静姐都已经听得乐出那个踩鸭子脚声来了，这是。两位合作多久了？两年多吧。对。但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完全不像。对呀、啊。不像两年哈。马上就火了呀。是啊。因为我们宁静姐都已经听得乐出那个踩鸭子脚声来了，这是。我乐的。太好。静姐，这个不上热搜是不可能的了，真的是。就是你们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，大家就见过那个什么，那叫尖叫鸡还是怪叫鸡那个？刚刚就是。新郎掏出了钻戒，有个人尖叫了。啊，真的，你感觉这个人从来没有乐过，今天你发现我居然可以笑，嘿，这就是那种感觉。没有，就是他掏出那个胆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忍不住了，真的。静姐以前看过这种漫才表演吗？没有，哎呦，太好笑了。